的勇士，我来啦！啊啊！干嘛看我？你把我场子都搅了，我还砍你呢！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在这里说书，会有这么多人来吗？你爷爷的，敢打我娘！哇，这位大哥，我刚才看你杀那巡官兵啊，是左一拳右一刀，心里是好像恨我。你就让我跟着你呗。哎，你说你一个打他们六个，跟玩儿一样，我才不信。这儿呢，做龟公叫大只，要做就做大老板。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？我当然愿意了，咱们都是混江湖的纯爷们，你看就是反清复明的大师，一旦有什么差错我马上就跑，管他什么英雄豪杰荣华富贵，我还是留下我的性命回我娘州，开我的立春立夏宴。